杯哈，是我要敬邀请给你的。多谢你，在我上孤单、上痛苦的时阵，陪在我身躯边搞安慰。你给我的包容跟温暖，都像我妈同款。我常常在想哦，假使那是无你，我是变怎？幼青姐，你都莫阁骗家己啊！你明明都对织田健司还阁有感觉，你唔敢面对袂要紧，我甲你斗相共。是私人空间，你是不是有触犯强制罪的擅闯啊？讲什么笑话？黑警局长啊，你饲两个某，庄月里阁无算再来，看起来你这个囝婿都是有样看样，才会对两个某过过点。所以吼，你嘛唔免一直甲骂啊，你安尼都只是有嘴讲别人，无嘴讲家己。阮家代志唔免你管啦。黄文雪。当初就是你想背地里阮经济为名称做小三，啊，今麦做大某袂当大声声。结果个动作是阮姐甲你偷倒来，啊，利息嘛免算啊，三年啊。卖你卖乱啦！张安，我甲友情做伙啊，不过是我主动的，我是要甲友情抱起来中意。你这个反击反倒的废人，哈！你讲什么？你自己有责任，哈？你要破镜重圆，你敢配合呢？你一人出一项呢？什么家一人负责任嘛？还阁有啦？你把尤其当作啥？买就来啊，啊唔就单点，哈？你当作尤其无人替出头，你别甲你拍死你！啊！啊！阁有你梁又清，你是超工要跟我抢人呢？你敢是真有这样强？那安尼你也莫直接见笑怒啊！真是袂见笑你！哎，先生，你先讲，你冲啊你！你讲，你冲啊你！你跑了怕林安啊？阮姐也无讲要回收织田健司啊，是伊在遐咩乌白讲啥物要破镜中伊，而且你上好检讨你家己者。像那面前的查甫人，都跟你耍一阵嘛，都不爱你啊！而且离开你的时阵吼，佫走到哪飞嘞，都惊佫捌到你啊！哎呦，安尼唔都甲庄月里同款，面前拢困过就走。安尼就算讲你甲一百个查甫人绑在身躯边，安尼一百个嘛拢会走去。好啦，好，别讲啦。梁敏轩。啊！你家己嘞，袂见笑，甲肖正彦死格烂滴。你千万好意思徛伫个遮讲个遮尔红声。哼，至少我无离婚，至少我从一而终。无亲像你啊，是一个换过一个。果然是庄月里甲平家遗传哦，只准自己劈腿，不准别人变心。是讲你嘛唔免伫遐吼，靠讲家己话歹命，互人放屎。因为你嘛是利用查甫人的时阵，互你抢卵的。
初你唔都是利用织田健司来对付我，因为你亲手害死我妈，惊我报复。你今日讲啥？我手头证据，庄月里正经的细汉 hero 已经坦白承认啦。王婉雪，伊都是惊我妈解读高志龙的催眠，伊才会开车把我妈弄死。张品轩，现在李奎了，织田健次都来。织田健次跟我讲，是我传简讯给伊，讲我想伊，希望伊来陪我。然后我就把简讯删除。这波亲像是我会做的代志。假使讲我若真正失去你弟，叫织田健次来陪我，那安尼是安怎？我阁会雄雄恢复你弟，把简讯删除，然后阁雄雄什么拢袂记哩？这个过程无合理。这个叫做假传圣旨。最近有人才都用过去教呢，叫伊的神经病哥哥打电话叫人先出去。梁品轩，伊说给幼心姐啉酒醉，然后佫叫织田健司来做织田检视。完，真正是你是给恁姐啊？我无。我是安怎要做出迄款代志啊？哎对啊，你是安怎要做出这款的代志啊？你认为彭文雪害死你妈妈，啊，不过你无确实的证据，所以就找织田宪司，利用织田宪司来刺激彭文雪，这就是你主要的目的。犯案动机成立，被告请答辩。无小正义，你今麦是看戏是吗？是啊，而且我搁伫咧摇滚圈，你即马搁有机会辩解，等下我搁要问陪审团的意见。你点点啦，轮袂到你做法官啦。爸，我是替幼心姐跑不平的。幼心姐人这么好，竟然和织田健司迄个渣男困去，就亲像一朵这么水的花，结果却勾着牛仔，真无简单离开牛仔啊。阁予伊告着，你敢无想要赶紧找着犯人，和幼心姐离开迄个牛仔？平轩啊，敢真参像恁姊也讲安尼？你为了要替恁妈报仇，怎啊甲恁姊啊牺牲掉？无唔对，我是有迄款想法。洪文雪开车把我妈弄死，今麦阁会当小表化我？我想要找证据嘛，找无。我妈伊犹阁遐尔少年呢，伊都死到遮尔冤枉。我甲伊相依为命遐尔久啊，我是真正就想要开车把洪文雪弄死，替我这条命甲伊赔啊！我想要报仇，敢唔对？我就是要让洪文雪体会到。安怎出来？对，安怎死去？你点个？我是这个家上威乎你的姐姐，啊，不过你既然利用我来做你报仇的工具，原来在你心目中，我对你来讲算什么？你把我的尊严打在涂骹，一点仔都无尊重我，然后我一直讲白菜，白菜让拆破，讲要硬哦，你一点仔后悔的意思都无。我对你的好，一点仔价值拢无。梁明轩，我今麦才看清楚你到底是甚么款人，我是真正无其他的办法，安尼才会当上得着。伤害到彭文雪，那么我是要安怎替我妈讨公道啊？我确实有把织田健司找来，而且伊阁对幼青姐勾勾定。不过敢要做伙，是你家己会当决定的。你若是真正无要来，
都凭你的脚手，之前健身哪有可能接近你？今嘛就是你家己想要破镜重圆，面子煞扣袂落来，所以才怪到我家来，才怪我甲你设计。我对伊有啥物感觉？你拢无资格利用。平轩，我即马已经看清楚你是啥物人，所以从今以后，我袂阁半心半对待你，因为你无价值。以后请你有啥物代志，莫过来找我。就算跟我亲妈的大家吼，啊讲到嘴甲全破，我也是不愿意帮郑燕刷。因为哈，我就是挑过伊要见我哩，让伊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啊，就算讲伊倒伫咧白床，甲最后一口气吞落，伊嘛爱看我的面色，因为我吼是伊的家后，我才有权的决定，敢要签放弃急救同意书无？你讲，我哪有话多，无期待安尼状况发生的。你这个查某人，哪会这么傲动？你敢纠缠我后生？我后生哦，是足好的人生啦，袂浪费伫你这个查某人身上啊。郑燕，你妈妈对你的健康这么有信心呢？该我替你解释一下。你跟我对不起，你别学袂讲话，莫别了阮妈生气，若无我袂帮你煞。妈，我敢有惹你生气？若是有吼，我甲你回信嘞呢。你放心啦，啊，我借保证宴时间也无创偌济啊。伫你有生之年啊，你一定看会到我甲郑燕结果。梁丽娟，你笑我吗？安娜，会惊呀？安尼佫敢甲我呛声？你莫佫喊我妈啦！你若佫喊我一声妈，我就打你一拳！哈，我就是要喊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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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就算讲你是我亲妈的大家，也无代表你会当凊彩甲我打。家己自找啦！竟然敢用另外一支手甲我拍，安那，袂用的哦！你甲阮囝高高低，搁纠缠伊，我扇你一个嘴皮，对你真好啦。这么友好的后生，也唔敢甲家己妈妈讲，伊都用要离开这个世间的事实，都是为着惊伊亲妈的妈妈伤心。啊，这剧情吼，真正让人看到足唔甘的呢。我拢用咩目屎来目屎滴啊！不过郑燕，我也是苦劝你啊，你也是较早甲你妈讲较好。毕竟吼，你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啊，你都较早好有心理准备。那么，伊若是到时伤心到啊，对你离开这个世间，安尼你爱排罪，都搁较重安尼。我警告你，莫刺激我，就算我死。卖拖你做伙死。好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我有啊为你饲马咧。咱吼袂当共年共月共日生，啊，毋过咱会当共年共月共日死呢。咱翁仔某吼都抬做伙，安尼就比迄梁山伯与祝英台搁较浪漫呢。你是只小狗有寸啊！安娜，你今麦总算体会到我以前的痛苦啊！吼，我就是想要看你安尼，好折磨甲痛苦的模样，想要得到你妈甲张仁心的爱啊，想要回去伊的身躯边啊！你做梦啦！就算我甲你断开，甲你把手揢起来，怎样，我拢袂让你称心如意。